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有多牛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历史刘老师原创，非授权严禁转载。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位皇帝。其中，宋太祖赵匡胤又是四人之中唯一一位从基层干起，最终走上权力巅峰的皇帝。其实不仅赵匡胤如此，他的父亲赵弘胤也是这样，从最底层干起，最终成为一名骁勇善战，让敌人闻声丧胆的高级武将。据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，赵匡胤的父亲赵弘胤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军事素养，不仅为人勇猛，而且还善于骑马，射箭少骁勇，善骑射。此时朱温刚刚灭掉唐朝，建立后梁，以勇猛自居的赵弘胤投奔到了后梁赵王王戎的麾下。因为作战勇猛，赵弘胤很快就被王戎提拔为将领。不久后，王戎与朱温关系破裂，开始和另一个割据势力李存勖，也就是后来的后唐唐庄宗，结为联盟。后来赵弘胤还曾听从王戎的安排，带领500骑兵前往黄河边上营救被梁军围困的李存勖。因为救援及时且表现非常出色，李存勖也对赵弘胤相当喜欢，索性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，担任自己的禁军将领。韦荣将500骑援唐庄宗于河上，有功，庄宗爱骑勇，留点禁军，能够从一名普通的小将一下子晋升为皇帝身边的禁军将领。赵弘胤的命运自此彻底得到了改变。五代政权更迭较快，从后梁到后唐再进入后汉，赵弘胤依然成为了后汉的军事将领。在讨伐王醒的一次战斗中，赵弘胤左眼不幸被乱箭射中，但他不仅没有气馁，反而被鲜血所刺激，更加的勇猛拼命。最终王景被彻底击败，使其左目气弥盛，奋击大败之。就这样，赵弘胤再立一军功。后周建立后，赵弘胤官拜右相都指挥兼越州防御使。不久后，赵弘胤还曾经跟随周太祖郭威一起征讨淮南地区，但首次交战就有些出师不利，前军没有支撑多久，很快就败退了下来。从征淮南，前军却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一旦前军败退，后面的军队也会因为阵脚不稳不战而败。所谓兵败如山倒，你跑我也跑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然而就在郭威还在思考着如何解决眼前的一幕的时候，赵弘胤却已经率领着自己的人马杀了上去。对于一名武将而言，真正检验自己能力的时候就是此时，就是此刻，顺风顺水的战斗谁都可以取得胜利。逆流而上，方是英雄。经过赵弘胤和部下的一阵厮杀，最终战局得到了扭转，吴人大败。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，赵弘胤还曾经和儿子赵匡胤一起执掌过禁军，成为当时的美谈与太祖分点禁兵，一时荣之。赵弘胤死后，后周追封他为武清军节度使、太尉，能够在眼睛被乱箭射中的情况下依旧奋勇杀敌，能够在大军即将溃败之际力挽狂澜。不得不说赵弘胤真的很牛。参考史料《宋史太祖本纪》。